五，我最近越来越胖了。感冒、发烧、裙子、草、开花、夏天、很冷、很绿、很好吃、很漂亮。一，在小丽家，发烧，胃。我听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怎么了？前几天有点发烧，现在好多了。喝杯茶吧，这是我为你买的绿茶，很不错。谢谢，我要吃药，不喝茶了。那喝杯水吧。好的。二，再打电话，照顾，用，感冒。对不起，我明天不能和你们出去玩了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我儿子生病了，我要在家照顾他。他吃药了吗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用去医院，昨天吃了感冒药，现在好一些了，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出去玩吧。三，在小刚家，季节，当然，春天，草，夏天，裙子。你最喜欢哪个季节？当然是春天，天气不那么冷了，草和树都绿了，花也开了。我最喜欢夏天，因为我可以穿漂亮的裙子了。那我也喜欢夏天了。怎么，你也有漂亮的裙子？不，我喜欢看你穿漂亮的裙子。四，在小刚家，最近，月，我最近越来越胖了。谁说的？我觉得你越来越漂亮了。你看，这条裙子是去年买的，今年就不能穿了。那是因为你吃的太多了，少吃点吧。我做的饭越来越好吃，我能少吃吗？